太帅了吧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哇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，今天呢要来玩一款新的手机游戏《精灵乐章》，这样的伙伴没问题吗？《精灵乐章》是之前 Online Game，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玩过呢？这一款的世界观在前作的100年后，来看一下是怎么样的游戏吧。初期有4个职业可以选择：战士，再来是法师，法师好大；再来是射手，最后则是僧侣。那这边我自己要选的话，当然还是选择射手，因为射手进阶职业呢有刺客。玩游戏我最喜欢选刺客类型的角色了。这边可以来捏人物了，这边呢有发型啊，性别呢，当然是女生比较可爱。我们哦，发型看一下。我这边可以自由旋转，然后搭配一个你喜欢的发型吧。我们来稍微捏一下角色，这样子如何呢？发型用了非常漂亮的粉红色，然后呢，眼睛瞳孔是蓝色的，很喜欢蓝色眼睛。那接下来呢，精灵，精灵也可以选择的外观。精灵哦，有角哎，好可爱。精灵的头有9个哦，这个不是克苏鲁的感觉吗？小章鱼，好可爱哦。这个呢，哦，后面刺刺的。嗯，我们来捏一下我们的精灵。这样子好了，他的头有点耳朵的感觉，然后眼睛闪亮的眼睛，很可爱。这样子好了，确定。哦，我们的精灵也完成了，鹤诞生。还有呢，外观，现在可以选择角色的哦头饰哎，一开始就有头饰可以选哦，这么好。连墨镜，然后这边是精灵的哈密瓜也好可爱，这个也好可爱。有一个小鸡蛋壳帽，哇，欸，角色的头盔一开始就有这个天使的翅膀一个光环欸。我的精灵怎么变这样？我精灵的性格原来是这样的吗 ？OK， 他的表情，欸，他被攻击了，欸，他被带走了。三只小猪，童话故事大汇集吗？小红帽也出现了，大野狼跟小红帽。这些精灵们在角色扮演，欸，然后去救他。大野狼攻击 ，OK， 射击，就是他，梦境的大野狼。OK， 把他赶跑了。我要跟我妈妈讲。OK， 这该不是茅草屋吧？需要火把。小红帽给我一个火把。对，我可以把它烧了吗？点火喽，把这个屋子给烧了。哎，着火了！爱丽丝不在这里啊，这三只小猪嘛。那接下来，3D 的茅草屋，哇，爆炸了！再来是蛋糕屋，有技能的耶！蛋糕屋，哇哦！哎，有姜饼人呢，姜饼人，我可以射他吗？呀，哎，来了，刚好直接开射。我们现在有一个散发技能哦，姜饼人。解决了 ，OK。哦，他把房子直接给吃了，哇！太会吃了吧，整座房子吃光光了，很可爱耶。哦，猪，这边的猪小弟，哦，他是大哥。这是什么？啊，魔豆吗？杰克与魔豆，太多了吧，太多故事了吧。好，现在要爬上去，可以吗？啊，追上来了！啊嘞，突然变成小游戏了。点击与蓄力奔驰，我一直点，一直点，跑速200%，越爬越快，跑速260，追得到吗？那照理说上面应该会有一个巨人吧？来了，救救他！爱丽丝在这里。欸，他被关在一个很像洋娃娃的盒子里面。哦，他好小只哦，得救了，好可爱。OK， 用回忆卡打败这三只小猪吧。来了，连射。欸，射错边。哇，好痛，好痛！爱丽丝，技能卡。爱丽丝有在帮我吗？哦，有欸，他有用了一些法术。喂，哇！大野狼气泡，还有一次吗？爱丽丝协奏曲，哦，有欸，
那边哦哦，这集单发连射 ，OK 啊，解决了，太冷，烧轰啊！哇、哦，他遥控器根本是那个电动的摇杆嘛，还有王牌，哎哎哎，掉下去了。怎么突然变这个 ？OK OK， 那剩下的剧情留给大家自己去探索了。我们接下来呢，要来抽卡试手气喽。这边抽卡的是回忆卡，这边可以装备在角色或是精灵身上。我们来抽抽看，十次转蛋开始，看一下我们会转到什么呢？哦哦，这个是，这不是赌神吗？哦，那个颜色是 SSR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张。哦 ，SSR， 今天一见罗兰，我们抽到了，第一次抽就抽到了。哎，再来看一下，这边是 SR， 呜、哦，这什么奇怪的怪生物？虫虫，再来守护精灵，哎，这比较可爱一点。然后还有这个大闸蟹，耶，黄金的耶。那中间那个精灵出现的赌神，就代表我们抽到的是 SSR 了。中间还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画。再来，哦，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是赌圣。没有到神这么神，这是他徒弟，这个大家看得出来是谁吗？这是模仿那个电影，那个电影的，很好笑。守护精灵娜娜美，这边就只抽到一张，噔噔噔，三三四五六七八，晚上十点之后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，因为我睡了。我、哦哦哦哦，对，等下这个是谁？这个是印度阿三，这是最非洲的状况，最惨的情况。没有任何一张 SR， 哇，钱飞走了，这是最衰的状况，哇，好惨，秋风扫落叶了，哦，还有乌鸦，哎，不是，这是什么鸟？有只鸟飞过，哎呦，便便在头上，好惨哦，这个状况。那刚抽到卡片呢，就可以装备在你的武器啦，各种的身体部位上，然后会增加一些能力。那甚至是精灵的装备也可以哦。精灵的装备在守护精灵这边可以装五张卡片。这边来看一下法师的战斗，法师各种大范围的法术之外呢，我们刚装备的回忆卡可以在这边使用。我们看一下中间这一只好了，这个是螃蟹哦，螃蟹美味蟹堡，是美味蟹堡哎，有一个螃蟹那边很可爱。然后再来还有一张是我们刚刚抽到的 SSR 的罗兰，来看看那边需要战斗中集满气才可以使用大招哦。来的罗兰会使用，哦哦哦，一个黑洞，哇，那个伤害好高，6000，6000，6000，6000，伤害只跳，超强的黑洞，但是范围比较小一点，但是大约打完或是把怪物集中在一起的话，哇，这招很强哎。那这边角色还有丰富的时装造型，这边装上去之后呢？哎，你的外观就会跟着改变。这是一个那个新年的毽子版，超大一个，然后有各种版随身碟，随身碟，还有这什么针，哇，这是武器哦。那这边会有一些很恶搞有趣的武器哦。然后这边还有头饰，可爱小鸡帽很多哎。我们这边有分类，有头的部分，我们一开始是翅膀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熊熊，好可爱。然后衣服，哇，这个好华丽哦。哦，好好看，和服欸，这太漂亮了吧！虽然戴着熊头很奇怪，必须哦，等一下那一瞬间那个衣服不见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比较适合的这个呢？摩天轮，他的头怎么那么神秘？我们来戴这个可爱的帽子好了 ，OK。然后哇，他这个造型狐狸浴衣哦，这也好可爱哦，这个很可爱。还有这个是泳装，欸，这个蛮适合的，泳装造型。刚好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，那我们现在的武器拿这个好了。再来，这个是翅膀的部分，来看一下，好煞气，它有动画哎，有一个火焰燃烧的感觉。那除了角色之外呢，精灵也是有时装的，来看一下，圣诞雪人装加上帽子，就整个变雪人了。然后它一样有武器，随身碟。就变小只了，那个 size 也会跟着变小。那这些时装呢，还可以在精灵小屋里面呢来收集材料，然后制作出自己要的时装哦。这边需要一些设计图还有材料呢，就能制作出各种的造型。如果打怪打累了，我们还拥有一座自己的小岛哦。这边来前往，我直接用幽浮传送，我们搭着幽浮来到这座新的小岛了。来看一下，这边呢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岛屿，可以在这边种菜，我这边可以收菜。
各种的菜，然后还可以养动物。这边是来收成它的萝卜，收，然后这边还有小麦，给它小麦。好，这边是猪还有鸡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些蜜蜂巢，养蜜蜂的地方，放花进去，然后这边就可以收获蜂蜜了。噔，蜂箱。然后这里还有，这边还有牛，来收成牛奶，还有牛肉，牛肉，牛，然后还可以再给它玉米，这边是它的食物。在这边悠闲的小岛中呢，可以养各种东西，然后这边有很多店家可以去做不同的食物，面包，然后各种的料理。那这边料理呢，可以去找交任务。好，这边在这里呢，有一些精灵小岛有一些委托，那精灵会有一些需求，你可以帮助他，就可以获得一些奖励了。如果你这边有家具的话呢，你可以布置这整座小岛，这边超大空间任你布置，超大一个房子，还有各种草堆造型，可以搭建出属于你自己的小岛风格哦。总的来说呢，这是一款轻松可爱的游戏哦，各种有趣的剧情还有对话，让玩起来非常的放松。喜欢可爱恶搞风格的玩家可以来试试看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次再会咯，大家拜拜。